所以我们的正道姓名之名，我们的主导敬业三福里面所说的，我们把它落实在儒释道的三个根，如果不在这个三个根上下死功夫，用一二年的时间扎稳，那就别想啊，你学20年、30年、40年、50年，你都是摇摇晃晃的。立不住啊。风吹两面倒啊。你能成就的是知识啊，所以在现在大学里头修这个课程，有佛经的课程，可以用佛经写博士论文，拿到博士学位，也可以做个有名的教授，甚至于世间称为汉学家，全是常识，知识不是智慧。智慧能通一切法，知识不通。我只知道这一门，另外一门我没有修过。我内行不通，这知识。智慧呢，这一行懂了，行行都懂。事出世间法都能够明了。我们走哪个路子？啊，走佛路，那这个根本东西不修是不能成就的。啊，如果真要修根本，修四念处，四正勤，四住一足。我把这三样东西落实在弟子规。在感应篇，在十善业道，我用这个东西来学四念处，学四正勤，学四如意足，再扎上五根，那就对了。